Everybody feeling tipsy, tipsy。我喝的烂醉，对你说声恭喜。大家好，我是嘟嘟，今天呢要来拍一个简单的 vlog， 有一个特别来宾啊，拜拜，就是这个傻逼。今天呢，我们是讲好要去拍照，然后过早早很久很久之前呢，我们就讲好一个 plan， 就是我们要拍一个四次的影片，所以等一下我们拍好照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去一间店买一些几样，可能三到五样的东西，然后回家四次，把我们的废照拍好，拍完了，现在我们就来买我们俩要四次的东西。OK， 现在我们终于回到 studio 了。那刚刚我们去买了，我们选了五样东西，就是这边桌子的五样，有一个什么螺蛳粉，他介绍了，他讲有一个臭臭味道，所以我们就我也不懂，我也没有试过，所以就我们买 test 看到，因为今天主要就是要 test 东西嘛，就是我们没有吃过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鱼圆，就是从来没有看过这种包装的鱼圆呐，所以就是买试看看，然后还是烧烤味的。OK， 然后还有一个很像洗碗剂，还有一个看就起来就很好吃的甜品，一个布丁，明明就是他想吃的。OK， 结果他就买来讲要 test，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选那种奇形怪状的，结果他选一个这样正常的。然后还有一瓶水，从来没有喝过的水，所以这五样东西我们都要在这里 test。第一样我们是要 test 这个螺蛳粉，先就臭臭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去弄这个去煮，对不对？ Yeah， 我们已经煮出来了，就是这个螺蛳粉。OK， 屎的螺蛳。对，刚刚我们还没有煮的时候，我们只是这样拿出来扒开它那个包装，那个 plastic， 我们就嗅到什么味道？大便味，真的是大便味，就大便味跟尿尿味，然后那个尿尿味就很像那种干掉那种尿尿味的味道。所以现在来，我们就要 test 来，你先，就一起，就我先。哎，有一二三，我要一二三就吃。嗯，非常是很好吃哎，嗯哦，只是那个面不够软吧？我觉得是好吃的。哎 ，OK， 就是胸很臭吧？所以现在我们要给分数了，来，十分给多少分？这个我给八分，你？八分，八点五。哇，那么高啊！第二个食物也是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子的零食啊，就中国很多这种食物用食物来直接做零食的一个包装的东西，它这样包装的话，里面还有都是小包装，一人一粒啊，一人一粒。黄金鱼蛋，我觉得整粒，我咬一半。它像肉圆多一点哎。No， 这个我给四分而已。我给两分。经过那两道都是咸的食物，现在我们来到这个。第三个就是梅洛，他刚刚自己偷偷开，我开了，不过它里面是有两包。他们是讲说这个粉呢直接倒，然后加水，然后这个就是那种很像可可那种早餐这样子的东西，然后加在一起这样吃吧。我们已经煮好那个牛奶呀，现在我们就把这个，喂，它只是一个早餐的一个东西吧，只是我看它包装太特别了，所以就洗碗机这样啊，对，洗碗机这样，所以就买来 test 看，结果只是一个早餐。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地狱啊，这个应该 OK。这个讲看都 OK 啊，对，讲看都 OK， 除非它奶粉搞味哦。没有什么味道那个，没有什么味道，现在到我 test 就美乐味，就饼那个美乐饼干的味道，很甜呢。会啊，奶粉没有什么味。淡淡的奶味吧，所以甜的东西我觉得是那个这个黑黑的，这是可可块，没肉的可可块。OK， 这个给多少分？跟平时可可块比差不多，其实。这个如果跟螺蛳粉比，我觉得还比螺蛳粉烂，所以我给它对7分。7分，差不多一样。没有主线点嘛，这个演戏。OK， 7.5，主要是不顶。那我在看到你在哪吃这样子的，这个嘞就是那种哦，人家要选地狱的时候，他去选他自己想要吃的。那地狱啊，那看起来很地狱啊。对，我们现在就直接 test 啊，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拿高分。这个我蛮期待的，这样的，因为我觉得会很好吃。哇，很美耶，它包装很美。我是很喜欢叮叮叮桃子的 pink color。它跟那个螺蛳粉走吧那个地方怎么？螺蛳粉很香，打开的时候是臭的，这个一打开耶。就是满满。等下，那你知道这个不好吃？哇 ，OK， 这个
让我尝尝才知道 O 不 OK。 哇哇，嗯，好吃耶，好吃，这样欸，我觉得放饼格会更好吃的，饼格，饼格。那饼干就整个变饼，就那种中等，有一点饼，有一点饼，那种超好吃。嗯，哇，这个我给，这我给九分，这样够了。因为我很喜欢桃子，我给九分，我给十分，十分是完美。这样9.5，可以再吃多一个。我也是要吃多一个，它的那个颜色很美。就是粉色 beach color， 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小布丁啊，芦荟布丁吧，应该是，对，而且很有弹性， nice nice， 这个 good。 对啊，我们现在来到最后一样了，最后一样呢就是那个饮料，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海盐荔枝无糖气泡水，好像汽水一样。我跟你讲啊，当然现在我已经注明要选第一，这个是你选的耶，要选第一食物的时候，喂，我讲阿 B B， 你去选，选水，选水。结果我走去那个水那边，我看到也是拿自己吆喝，我请问这个叫正常哎，看起来好喝，怎么你会选那个还拿自己吆喝？我敢讲，我叫你选没有喝过的，不一定啊。所以过后我就自己去选了，我拿一个完全没有看过一个包装，然后也不懂好不好喝，就是重点是至少是看起来有那种怀疑感。还有完全没有看过的，来开，哇，还有，所以它真的是汽水，不要讲口面声，也不要任何表情，顶住，因为我要第一个感受一下，OK 啊，它有点像我们每次新年喝那种荔枝水，然后有气，变成有气吧，对，变成有气，还真的是还有盐。真的也喝得出，有一点咸咸的啊，也喝得出那个海盐的味道。不过我觉得这个，我觉得比我们新年喝的那个好一点，是新年那个喝很甜，那个一喝就满满的糖，这个不会，这个因为它无糖啊，对，它没有糖，它就淡淡的荔枝味，然后又有盐的，然后有气，我觉得是好喝的。很像如果你很像很口渴啊，有一些我们很口渴，我们想要喝快还是配C的时候，如果你喝这个的话，也是会有那种爽的感觉，因为还是有那个气的感觉在。哇！而且感觉会更健康，因为还是水果嘛，就是这个 OK， 这个我后面打二，我现在是要打二，爽哎、欸！这个我给八分哎、欸，这个7.5。OK， 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食物五样食物我们都已经 test 完了。所以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啊，所以今天的影片也应该就到这里了。OK， 所以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还是你喜欢这个傻佬来上我的频道的话，你们也可以留言给我们。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啊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一定要什么订阅我 YouTube 频道。笨嘞，没有看我影片，一定要按在里面分享和打开小铃铛，记得 follow 我的小红书。所以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